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成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成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中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成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中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成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13页倒数第二行最后的两句看起啊，净土修真疑云，摄尘之理观，能发九尽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彼岸之法为净土。摄尘理观，我们学到第六。在第六段，学到道平调摄，这里给我们说了啊37道品。37道品以圆教，用一心三观，与上面所讲的破法变，即色通色，若不以道品调识，就无法了与正法相应啊，所以30道品是行道法。修道之人如果想断惑正正，必须要用道品来在修学当中啊调摄啊，遇到障碍了要用它来应对。那么37品，我们学到气觉分的除觉分。好，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舍觉分。除是断除见烦恼，就是见惑。舍就分为舍离所见念着之境，这个范围包括很广。确实我们心有所念，这个念是妄念，是杂念，
啊，无论是念人、念事、念物，对我们的修学通通产生障碍，必须要舍离。就像秀兰博士所说的，要把心里面所有一切的记忆啊，过去的你还记得的，这叫杂念，要把它清除干干净净。那么对于未来的呢，会想象，想象我们呢明天怎么办，怎么做法啊，下个月怎么做法，明年怎么做法，这叫妄想，它还没到，这些通通要清除，不善的要清除，善的也要清除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念住，你有这个念头，你执着了啊，这个呢妨害我们的清净心啊，心里头恶的东西是染污，善的也是染污啊，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，平等心里面的染尽都没有，啊，所以清净心是阿罗汉、辟支佛的境界，平等心是别教三贤菩萨的境界。啊，为什么要是？因为它障碍我们见性。啊，见性是大道，是我们所祈求的啊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放下啊。心，我们念佛法门比较上特殊啊，比他们容易好修啊，他们是要舍得干干净净，真的是一念不生，这个难，真难。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呢，把它兑换，把所有这些念头啊都换成阿弥陀佛啊，许我们有阿弥陀佛这一念，除这一念之外别无二念，那就方便多了啊。真正叫做到无念，我们做不到啊！无念还是一个念头，那个无想定就这么修成的，所以它不是究竟的啊！有念不能有，无念也不能有，它是障碍啊！就是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。有念无念都没有啊！我们今天不是用这个方法明心见性，我们今天是往生极乐世界啊！往生极乐世界完全要依靠阿弥陀佛啊！我们的条件要记住，决定相信有极乐世界啊！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在西方，我们就相信啊，西方有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，这个在前面呢经文里面都介绍得很清楚了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，阿弥陀佛是怎么成就极乐世界的，
这些历史前人都学过。那么升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再进一步求明心见性。到极乐世界，明心见性不难。这个是得到阿弥陀佛48愿，跟他无量界修学的功德之加持，让我们到达极乐世界，就跟化身菩萨平等，叫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，就等于明心见性。我们自己确实还没有明心见性，但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们的神通道理智慧德相善巧方便，我们都跟他差不多。这是不思议的境界，这是难信之法。但是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本师释迦牟尼佛不会骗我们，我们相信十方诸佛给阿弥陀佛的证明是真的，不是虚妄。所以我们也相信遇到这个法门是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的成熟，要不然你遇不到。遇到之后一定是牢牢地把它抓住，决定不能放松。一门深入，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成就，绝不等到来生。品位的需求也要放下，这都叫妄念。只守住印光老法师教给我们叫妙诀了，16个字：顿轮精分，行习存诚。这两句是教我们，我们的身还留在这个世界，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一切人事物，我们在这个生活是在这个世界怎样过生活。这两句话好，顿轮精分，轮是同类，顿是顿悟，就是亲爱和睦，是这个意思。教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要亲爱，要和睦，尽分，尽我们自己的本分。我们也是全心全力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一切随缘，不攀缘。这个好啊，这多自在。第二个是叫我们用功，我们怎么修行？知道这个应付社会上人事了，怎样把我们这个修学向上提升，就是行习存诚，这四个字好。行是什么？
先是原理防范啊，这个都说是念头，不能有邪念啊，要防范自己起邪念啊，要存真诚的心啊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，我要用真诚心待人啊，我要用恭敬心待人啊。顿轮里头有恭敬，叫顿目啊。那我们修佛就是后头两句，我们修的是净土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，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我们真的念念都想往生极乐世界啊。这十六个字就是印光大师一生的行仪啊。印光大师是什么样的人？这十六个字讲尽了，他每一个字他都做到了啊。这是一代祖师，他距离我们最近啊，80年前的人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，就是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要成就就学他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早年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李老师非常谦虚，我跟他老人家学经教，他告诉我他只能教我5年啊。5年之后呢，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。我就问他是哪一位，叫印光大师。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。那印祖已经往生了，印祖的文钞留在世间啊。老师送了一套印光大师文钞给我啊，在那个时代60年前印光大师全集没出来啊，流通在外面的文钞只有4册啊，文钞正篇2册，续篇2册啊，叫我读啊。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对净土不排斥了啊，以前不知道排斥，读完之后知道不排斥了啊。老师劝我修净土，我还没接受啊。我那个时候学华严经啊，学楞严，学法华，学华严啊，对这些经论兴趣很浓啊。那么这些呢，多少受了方东美先生的影响啊。方老师是从经教入的啊，特别爱好华严啊，把华严经介绍给我，我很喜欢。这是佛门的第一部经啊，分量很大。
下了不少功夫。啊，我是从这个基础上，啊，从华严、楞严、法华、啊般若，从这个基础上回到净土。啊，所以这个净土经论我读得有兴趣。遍遍都有新的意思，叫法喜充满。啊，可是习气不容易断，对于这些大经，兴趣依旧很浓。啊，李老师往生之后，我回归净土了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讲了10遍。都是用夏莲老这个回集本，啊，用李老师的眉珠，啊，85岁，这想想，年龄到了，时间不够用。啊，还能有几年呢？啊，往生有没有把握呢？不敢说。这才真正下定最后的决心，把所有经教统统放下，这就是邪觉分。啊，不忍心惹邪的也都要邪，不邪不行。啊，专学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专学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，啊，科判是早年，我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完成的，啊，这部经的科判，我那个时候在里面办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，啊，弘法人才培训班，啊，那个时候啊编的这个科判，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，啊，也把这个科判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。啊，前面3届都学过。第5届我就离开了。啊，那短期的1届只有3个月。啊，试验的很成功。啊，这个试验的试验什么呢？试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啊，3个月只学一部经，个个都能上台去讲，啊，就学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这个里面还加了一门课，就是那一天讲座之研究，啊，是讲台上讲经表演的方法，啊，这个是李老师编的，啊，他对于方法很有研究，写了2本书，一个是讲演书，啊，上台讲演的方法。这个内殿是讲经的方法，啊，这就像师范学校里面的教学法类似，啊，你学得很好，你不懂方法，
你讲不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讲演的方法也很重要。啊，但它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学很好，不学也行。啊，还是学比较好。那么昨天我看了云南四个同学学习讲经这个录像，这一看呢，他就是不懂讲学教学的方法啊，讲的是不错，通通像念稿子一样，很呆板。别人听了的时候会打瞌睡。啊，所以这个方法还是很重要的。啊，我早年讲过几次这个内定讲座的研究。好像在新加坡讲的时候，悟文法师他把它整理写成讲记啊，拿来给我看啊，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给他修正了一部分，这个已经出版了，这个内典研究讲座的讲记啊，但是最好还是要有人教一教，表演一下，啊，学的就印象就更深刻。学实在讲呢，还是必要的，越早学越好。为什么？你的心越转。不学的时候还是不转啊，只是偏重还不够，一定要转啊，真正一心专注啊，下面就有定觉分。那么由此可说，气觉知前面的五条是属于戒，第六啊，这就属于定的，因戒得定。啊，最后一条呢，因定开慧，智慧开。啊，实在是事出世间法，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原理原则。啊，这都是佛法的精华。我们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功夫不得了，没有依照这个方法，这方法懂不懂？懂，没用啊，知道有这个方法没去用的啊，如果早用它，定慧就早就得到了定是三昧也，为觉了所发之禅定。啊，禅定就是三昧。啊，觉了就是我们讲开悟。啊，因机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幕后念觉分，从定觉分提升就是念觉分，为思维所修之道法啊，这个跟我们念佛完全相应
啊，念佛的成功没有别的，所以二六十种专念弥陀，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念九分就是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方法就是这一句佛号。啊，念从心起，从口出音声，然后在耳朵再听进去，这样能实行。啊，佛号从心声，啊，从口出再听进去。啊，这都是古老的祖师大德们，他们的三昧开会的经验呢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谁学会了，谁就成就。它不难呐。那么在佛七当中，同学们常常有两种障碍，这个障碍是普通的障碍，有不要害怕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都有，都经历过，没有一个没有经历过的。啊，一个就是定不下来。啊，佛七里头念佛，想定下来，妄念很多，这叫掉局。啊，妄念扶不住，佛号也压不住。另外一种呢，跟这个相反的，没有妄念，昏沉。啊，念不多久啊，就打瞌睡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可能大家都有经验，念佛堂有人打呼噜睡着了，啊，这叫昏沉，一个昏沉，一个掉局。啊，怎么对治呢？七觉分可以对治。啊，如果是调局，就是心里头七上八下，啊，妄念扶不住，就用前面三个方法，这法精进习，用这个方法来对治。啊，要是昏沉呢？哦，昏沉用前面三个方法，这个调局用后面的三个方法。啊，调局的时候用舍、用定、用念；昏沉的时候用这法精进习觉。你比如说止境的时候，昏沉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发生，啊，止境，大家坐下来，很容易这个时候打瞌睡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不坐下来，你静心，你选择静心的方法，走动的方法，还不行，有的时候走着才打瞌睡，
啊，那什么方法呢？再选择拜佛。啊，你到佛前面去礼拜。啊，直径15分钟，你就拜15分钟。啊，用这个方法。啊，所以可以选择方法。啊，对治这个昏沉跟钓鱼。啊，那么心七上八下呢，就用识、用定、用念。啊，用这个来调整，啊，这个是念佛堂当中啊用的最普遍的，禅堂也如是。最后一段第七，八正道，也称为八圣道。啊，不邪越正，能通越道。这个道就是道路，道路啊要畅通。不能堵塞啊！这个道路不邪不偏，这叫真啊。那么佛给我们说了八条，第一个正见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对于宇宙之间一切看法没错误。这不容易啊！啊，正见能入道啊，所以它是正道啊，入菩提之道。入成佛之道，啊，虽然成佛很遥远，他已经上轨道了。啊，他就可能达到目的地。啊，那么翻过来，邪见，那不正就邪呀。啊，邪见是什么呢？五种见惑是邪见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。啊，这个邪见是不属于前面四种的错误的见解归纳在一起，叫邪见。你看错了，第一个看错了，把身当作自己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身不是自己，不要为身所累赘，要把身先放下，啊，把身体看作什么呢？看作是我的一部分。啊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是我的，衣服不是我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身体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。啊，它可以放下。六道里面舍身受身，所以身不是我，可以舍掉。啊，寿命终了的时候，这身不要了。换一个身体，六道轮回就是换身体。啊，如果你弃恶扬善，积功累德，那么你的身体越换越好。啊，你在人间。会得一个富贵之身，啊！如果福报更大，
人间没那么大的福报，你就到天上去了。天上欲界就有六层天，看你福报大小。到天上去了。如果更有一等聪明智慧的人，他们认真修行，无论大小乘，通通修禅定。念佛法门也是修禅定，是用一句佛号得定。一心不乱就禅定了。名称不一样，事实是完全相同。定的功夫有浅有深。净宗也分上中下三品。三品里面差别也很大。上上品的理一心不乱。理一些心不乱里面就有四些一个阶级。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通通是理一心。那么四一心里面，四一心是小乘，有四果、四相、八个阶级。这叫四一心。功夫成片也如是。功夫成片是念佛三昧里面呢最低的。虽然最低，它决定我生。净宗的殊胜就殊胜在这里，不要很深的定功，沾到一点边的就能往生。那么在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，这功夫成片不算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得四一心。上品超越六道轮回了。中下品虽然没有超越六道轮回，它决定会超越，所以也算是成就。譬如小乘须陀洹，这是理业心不乱，功夫最浅。但是他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他就证阿罗汉。这换句话说，他得到了保证，他有期限。不像我们凡夫，堕落在六道里头，无量劫也出不去，遥遥无期，他有期限。他们决定不堕三恶道，也不会堕在阿修罗罗刹，他不会，他就是天上人间。人间寿命到了，到天上；天上寿命到了，又到人间。他的轮回就是这两层，没两道，没有六道。这个得到保证的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遇到净宗法门，你跟他一对照一对比，你才晓得净宗殊胜。净宗容易，成就特别高，不是小成就，大成就。而且很容易成就，
往生就成就。啊，刚刚往生的时候，那个成就是阿弥陀佛智慧威神加持。啊，让我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平等，啊，得到这样的待遇，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这也是让很多学习经宗啊半途而废、退转了原因的，就是他很难相信，他想不出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说过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啊，佛说这么话。啊，只有真正成佛，他完全了解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。所以这个法门唯有两性决定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个人有大福德啊，大智慧、大福德、大因缘啊，他遇到就成佛了，叫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啊，是真正难行之法啊！我自己学佛30年才相信，才真正接受啊！我跟李老师10年，老人家常常提醒我、劝我，我不相信，也难行了。啊，怎么相信的？我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讲了一半，第一次讲《华严经》讲了17年，啊，有一天突然想起来，毗卢遮那佛的两位助手是文殊普贤，叫华严三圣。啊，我突然想到文殊普贤学什么成就的，我起了这么个疑惑。啊，我就很认真、很仔细地去查《华严经》，啊，在最后面查到了，啊，《四十华严》第39卷，文殊普贤都是念佛成就。都是发愿求生净土的啊！我读了这些经文，感到非常惊讶，真是汗毛直竖啊！这一些都是等觉菩萨，怎么还是发愿求生净土？啊！对净土法门起了恭敬心，啊，起了尊重心，四十华严，善财童子53参，我讲过。讲过那个时候粗心大意，
没有体会到。啊，在细细一看的时候，原来五十三参已经把这桩事情表演出来了。啊，善财是学什么法门？善财是学念佛法门。啊，怎么知道？中国古人有一句话是：先入为主。那你就看五十三参，第一位善知识是什么人？他修什么法门？他怎样叫善财？这一看明白了。啊，第一位是先儒啊，先儒为主啊。啊，是吉祥云比丘，他修的是般若三昧。啊，诸位同学要知道，般若三昧是什么人修？初住菩萨、善财童子，在文殊会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就是证得圆教初住的地位。啊，这个时候，老师教他这句三学。啊，参学什么？实习。你是真成就还是假成就啊？啊，五十三参是列思练心。啊，你没有开悟之前不准出门，一定在老师座下。啊，大彻大悟之后，老师一定叫你出去。为什么？你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你有能力认识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你不会走错路。注意参学，参学是什么样的人物他都见。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社会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你都去看。你不会受他们影响，你会影响他。啊，那么这五十三个人都是佛菩萨实现的、表演的。啊，吉祥云比丘之出家人，啊，修般若三昧。般若不是普通人能受的、能修的。啊，一期九十天，九十天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，所以他也叫佛列三昧。啊，九十天他可以站住，可以走动，啊，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下来。啊，所以这个要年轻，很体力很好。啊，多少呢？都要有一点定功，心地清净才能修。普通人修这个肯定出毛病。啊，这个比打精进佛七还难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，李老师是专修净土。啊，他告诉我，老实念佛就好。啊，不要打精进佛七，当然更不需要般若三昧。啊，为什么？现在这种根性的人没有了，你要勉强去做，一定出事情。
而且你得不到效果。真正修般若三昧的，有成就的，最低的成就，功夫成片。再向上升的，那就是四依心不乱，等于正果。不可以跟人家是一样画葫芦啊！你画的不像啊！那用这个欺骗别人，那也是有罪过。有没有欺骗？有，我看见过的。法师修般若三昧闭关，他关在里面睡大觉。我们也看不到我，他哪里是真的在修啊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般若三昧修出来的时候，智慧现前的，禅定现前，智慧现前，这肯定的。李老师教我，一生。不要去打这个精进佛七。他告诉我，他到台湾曾经打过2次精进佛七，都出了问题。人数并不多，精进佛七人数不能超过10个人，因为主七的和尚，他的精神只能照顾10个。10个以上照顾不到，照顾不到就会出事情。他连10个人里头都出了问题，2个同修出了问题。他打2次，1次1个人。人家进来打气是好好的人，佛气打完之后的时候变成神经病。要送神经病医院，这怎么能对得起人家？李老师有耐心，还有点功夫。他又还是个很好的中医。他告诉我，用了10个月的时间调养，把他恢复。不容易啊。那我们要发生这个事情，没有李老师这种手段，这怎么交代？所以我这一生不赞成搞这个东西。精进佛七好，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；般若三昧好，我们也不具备条件，不可以这样做。我们的条件是什么？是锅炉匠的条件。地贤老和尚那个教法对我们是最有受用，不会出一点毛病。他教锅炉匠，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就一直念下去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什么时候累了，什么时候常休息一下。休息好了起来接着念，甚至躺着休息，衣服都不要脱。你念佛的时候穿的海青，我休息的时候跟海青合衣而睡。一起来马上进念佛堂。白天晚上都是这样的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该吃饭的时候吃饭。该洗澡去洗澡。
一点障碍都没有啊。郭罗江3年成就了，欲知实知，自在往生，啊，站着走的。往生之后还站了3天，啊，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，这个可以说啊。这个榜样就是给我们做给我们看的啊。郭罗江不认识字，没念过经啊，一天经也没听过。你问的什么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不会。啊，一生40多岁才出家，吃尽了苦头。啊，对人生真的丝毫留念都没有了。啊，老和尚传他这个法门，如获至宝啊！啊，一心一意专念这一句弥陀，他就成功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末法9000年最好的榜样，我们应该学他。啊，要打个佛七，用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人也不要太多。啊，念佛堂的隔壁就是休息，休息就可以用躺椅就行了。啊，人可以能躺下来，整个放松。啊，没有仪轨，大家在一起念佛，以绕佛为主。啊，就是精心的，以这个为主，啊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，啊，绕佛、拜佛、止境，啊，止境就是坐下来念佛，坐下来念的时候，不要出声音，默念，啊，念佛出声音，就是站着念佛出声音。绕佛出声音，啊，坐下来不出声音，啊，跟着你，感觉到疲乏就去躺躺，啊，躺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没关系，醒过来赶紧念，啊，好啊，不分昼夜，没有丝毫压力，也不需要有人领众。啊，所以念佛堂分3个区，这我过去在美国做过。啊，念佛堂用绕佛，佛一定供在念佛堂的当中，啊，大家好绕佛。啊，那么靠近佛像的，留一块地方给人拜佛。他要是礼拜在这边拜，啊，靠墙壁的两边呢，摆蒲团。他要是坐下来念佛的时候，他面壁，啊，精神从他后面走，不干扰他。啊，拜佛的人在当中拜也不受干扰。啊，把它画成3个区，啊，画线。那个时候这个实验做得很成功，大家都非常欢喜。啊，又在美国请法师来临众啊，也不容易。啊，这个居士们一说大家都会。啊，念佛堂同学可以学比较难的敲地钟。啊，不敲地钟有一个小木鱼给引磬就可以了。不要标新立异，要真干。
啊，东北刘素云居士，很多人都知道啊。初学的时候，一个人干的，啊，听经念佛，10年不间断，保持每一天听经10个小时，10个小时就听一部经，他只听无量寿经。用的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啊，这一部听完之后，从头再听，听满10年，啊，我相信他得念佛三昧了，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打听。啊，他有没有地址电话？就找到了，跟他联络。啊，他到香港来看我，我了解了详细状况，那如法了。啊，他的成就6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听谁的话呢？听佛经上讲的话，听佛的话，依教奉行，真做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看法就是正确的，这是正解。我们没有能力看到真理。这个地方讲的真理是明心见性，我们没有能力见性啊，但是我们有能力听话啊。老师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刘素云居士就是听懂这两句话。他就依教奉行，就真干，就一门深入。啊，10年时间尝试熏修。啊，那后面的也是古人两句：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”我相信他得到了。啊，一部书念了10年，听了10年。开悟了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他也是大悟啊。是其义自见呐。释迦牟尼佛讲的意思，他真的明白了，啊，没有彻底明白，也明白一个大概了，他才受用。这叫真解。啊，从真解生真思维，真思维呢，心无邪念。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心里面只有极乐世界。像《往生论》上所说的29种庄严，他心里就这个东西。啊，极乐世界依报17种庄严，正报老师是阿弥陀佛8种庄严，另外菩萨4种庄严，菩萨。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都成菩萨。这是真思维。
真没有邪念的，念字在字，念念与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相应。啊，真语只有一句话：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除这一句话之外，他没有第二句话。啊，你问他什么，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。你给他讲什么，他听进去也都是阿弥陀佛。你遇到这种你讨厌的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哎，他就懂阿弥陀佛，他别的真不懂。一个寺庙，一个道场，要真正有这么一两个人，这个道场有福，可不能轻慢他。啊，多少人遇到了当面错过？啊，认为这是迂腐，迂腐，没有智慧，啊，什么都不懂，一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。他是不懂，他懂的也不懂，不懂的也不懂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往生，我肯定是上品、上辈往生，愚不可及，比不上他了。啊，早年李老师举这个例子告诉我，他说他很想学，学不像啊。上上根人你不如他，这种下下根人你也做不到。但是上上根跟下下根，下下根决定得胜，而且品位都很高。啊，他给你答复的这一句话是绝对正确。为什么？你跟他讲什么话？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。他回答你这一声阿弥陀佛，真话。啊，你的起心动念是从妄念起来的。啊，他的起心动是真心起来的。啊，真的是清净平等觉里面起来的一句阿弥陀佛，真话，真话你听不懂。啊，你说的这些废话的他不要听啊，所以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你给他讲了半天，他回答你阿弥陀佛啊，你再听他第二句话，没有，没有第二句，真言就一句，没第二句啊。这种人要尊敬他，要重视他。为什么？他真的专一了，真的是念佛最好的榜样啊！这种念佛人有效果啊，这一个地方安定和谐，风调雨顺，都是他的功德啊！大家还瞧不起他，瞧不起他，把他的业障全消掉了。啊，消业障，增福慧呀，保佑一方啊！这人到哪里去找啊？
啊，第四个为百净善业。啊，业是什么呢？业是造作。我们今天讲的事业。啊，社会上所讲的职业。啊，你是干的是什么职务？你造的是什么业？啊，职业。啊，那么他的业呢是白，白是光明的，没有染污的，清净。啊，白净的善业。啊，善业前面加个净，净前面加个白。啊，这是什么业？菩萨事业呀，这不是凡人呐。啊，阿罗汉是净善业，啊，天人是善业，啊，阿罗汉是净善业，菩萨得净善业，这不要放光。这里都有智慧呀、啊。那什么人呢？我刚才讲的是乡下的阿公阿婆，一句弥陀念到底的，他们是白净善业。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他心没有染污，没有染污是白，他不迷惑，不迷惑就是白。啊，心心念念就这一句佛号，善中之善，无比的大善，究竟圆满的善业是一句佛号啊！啊。这个功德是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第五正命，为依法起施和名。啊，法是佛的教法。啊，佛教导我们，这个肉身在这个身体，在这个世界，必须要有饮食。啊，比丘不从事生产，饮食从哪来？其实。啊，其实有其实的规矩，有其实的礼节。啊，佛经上讲的威仪，啊，一定要遵守。啊，到人家乞食的时候，人家蒙关注的。啊，古时候。人家都有个围墙，围墙里面是院子，啊，居住的房屋是建在围墙里面，啊，那么你要是乞食去敲门，人家不知道谁来。啊，会干扰人家不高兴，所以佛用锡杖，但我们这是锡杖，这乞食用的工具。啊，乞食什么？到人家门口，关了在门口，摇锡杖。啊，这一摇啊，
西藏就发声音，啊，里面听到外头有摇西藏的声音，知道出家人来乞食，愿意给他，他就会拉出来，不愿意给他就不理会。啊，西藏摇的呀，没有人出来就走了。啊，彼此都不干扰。啊，其实人家给什么都欢喜，都要接受。啊，不拘多少，大概人家供养多不多。啊，吃多余下来剩下来的。啊，那么有人对出家供养的时候，他饭菜煮好了，他先盛一点点出来。准备供养啊，那是学佛的同学，因为其实是平等的，一家挨一家，没有选择的啊，叫次第起啊。有人不相信佛的时候，他就不给你啊，甚至于给你他吃剩下的。通通接受，没有分别。啊，一钵饭，佛只准托七家，七家都没有，托不到，你就回来，你就不要再去托钵了。啊，免得别人嫉羡你。是这和尚不知足。啊，回来了，别人有托的有多的分给你。古人所说“一钵千家饭”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常随弟子1255人，每个人托钵回来，不是托的你就吃，托回来之后，饭要统统倒在一起。啊，然后自己吃多少，再去拿多少，真的是一钵千家饭。啊，这真正叫共产呐、啊，平等呐、啊。你看你托的味道好，我托的就不好，混在一起吃，不是说啊，个人托了个人自己吃了，不是的。啊，这佛法有规矩的。真正叫利和同均啊，佛他也不例外，他自己每天也出去徒步，徒步是一堂功课，是自利利他。啊，接受别人供养，是接受别人财食、财物、布施，回报的是法供养。啊，佛跟这些比丘对施主修法供养，给他说法。他有什么疑难问题，为他解答。啊，没有为他祝福。啊，修法供养。正明生正精进，为修诸道行。无间杂也。啊，佛教人是因人施教。啊，佛不是以一法教一切众生，不是的。
你看，我们看佛经，佛经都有一个当机的人，有个代表人。你看，教哪一类的人？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。生活习惯不相同，佛出世的那个时候，这个社会也没有国家，是部落啊，人群居，互助合作啊，都是一些小村庄。啊，大一点的村庄就是国家了。啊，有聪明智慧，身体强壮的，领导一群人，他就被推为领袖，啊，称之为国王。中国那个时候也是如此，没有统一。啊，中国历史上记载，啊，三代夏商周，周朝没统一。啊，但是有一些统治者，他做得很好。让人民啊，拥戴他，赞叹他，听他的，啊，自自然然形成了一个领袖。我们今天讲他的政治办得好，啊，别的部落也跟他学。尊称他为天子，啊，都听他的教诲，都向他学习，啊，真正中国统一是秦始皇，啊，中国大一统，有一个国君，啊，在帝王时代。中国统一，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，他非常赞叹。啊，统一是文明，是文化，是进步，不是退步。啊，在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看到真正大一统是中国。啊，欧洲虽然罗马统治了1000年，罗马灭亡之后再不能统一了。啊，所以他非常羡慕统一。为什么？真正这个地球上统一了，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就没有了，就一国了。啊，社会才有永续的和谐发展。啊，汤恩比三次访问日本，70年代。都谈到这个问题，啊，跟池田大作谈的就很清楚，啊，他说，这个地球上什么人适合来统治这个地球呢？
他说只有中国人。那为什么？中国人有统一的智慧，有统一的理念，有统一的方法，有统一的经验，有统一的成效。你看，从秦始皇一直到现在，他还是统一的。啊，这他非值得，非常称赞的。啊，所以搞国家分裂了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不道德。啊，我在80年代住在美国，啊，一年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美国跟加拿大。啊，83年，沈家珍老居士邀请我在纽约讲经。我记得是讲普贤行愿品，啊，第一天中午午餐的时候，他请了不少客人，啊，里面有好几位是美国的人，当地的美国人。啊，也参加这个法会。吃饭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人问我，啊，告诉我，啊，他说在过去，西方人对中国人了解不够，啊，认为中国人是没有文化的，啊，是没有知识的。轻视中国人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不一样了，我们了解了。啊，这是全世界一个人跟一个人比，他们承认中国人低，中国人有智慧，很能干。啊，一个一个比，这两个两个比呢，犹太人低。这说明犹太人团结啊，三个三个比，这是日本人低啊，日本是最团结的啊。最后再问我一句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？哦，我听到这句话，他问我的意思在此地，他讥笑我。啊，笑我们中国人不团结，一盘散沙。啊，那他们都是信基督教的、天主教的，所以我当时就告诉他，啊，我说这个是上帝安排的。他很惊讶，我这样回答他，上帝安排的。这为什么？我说中国人团结起来，你还有饭吃吗？这大家一笑了之，这个话了，对我们有非常深刻的意义，提醒我们啊，中国人本来是团结的，不团结，你想想看，几千年来怎么能够不分裂呢？啊，这就说明团结啊。啊，不团结是近代发生的事情啊。啊，怎么发生的呢？我们把老祖宗东西丢了，不要了，就不团结了。啊，中国人用什么团结？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
今天不要了，学外国人的啊，个人主义，没有家的概念啊，中国人团结的基本的概念就是家啊，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极大的效果，所以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啊，这家多重要啊！啊，抗战时候中国还有家，胜利之后中国家没有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眼前一个重大的问题。啊，家没有了怎么办？人可怜了。啊，在从前，儿童的教育是家担负起来的。啊，养老也是家承担的。啊，家承担人生两桩大事。啊，一个是教育，一个是养老。啊，那么现在学校虽然多，没有这个使命感，啊，而且呢，学校的课程，伦理课程没有了，道德课程没有了，因果课程没有了，圣贤教育。啊，那么这在中国人理念里面，就中国教育废除掉了。啊，他学的是什么？学的是科学技术。啊，这人性的教育没有了。啊，这是今天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困难？问题就在此地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视的人性教育、道德教育，它以这个为主。啊，这个公益这些东西，这是小小东西，不重要。啊，所以你看，孔子教学，第一个德行，第二个言语，第三个才是正事。就是现在社会教育啊，最后是文学啊，文学是把自己精神生活向上提升啊，物质有欠缺没关系，精神生活丰富。人活在这个世间，快乐、幸福，快乐、幸福不是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上，啊，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，啊，所以有文学艺术，它就有快乐的生活，啊，不在乎这个物质生活。啊，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斯里兰卡，啊，斯里兰卡的人重视，啊，我们到这个国家访问。我们看寺庙，看学校，啊，每到一个学校，他们学校的仪队都在门口列队表演欢迎，
载歌载舞啊，啊，你看到每个人的面孔都笑嘻嘻的，啊，显示出他们内心的自在、安乐、啊，幸福美满，啊，他们收入不高。啊，居住多半都是小房子，这个地方土地没有被污染，他们重视农业啊，工商业的时候发展不要太快，这总统告诉我的。啊，慢慢的来，不要伤害农业，以农为主。啊，收入，人民收入并不多。啊，大概他们每个月收入和香港港币只有1500元的样子，他生活就能过得去。啊，物价很便宜，很稳定。啊，人民安乐，重视教育。啊，我们看到其他国家政府开销大概最大的现在都是军费啊，他们国家这个支出最大的是教育，这个国家学生上学念书的时候不要交学费啊，全部是政府承担啊，衣食住行都是国家给的，所以学生在学校的是平等的。啊，学生欢喜，没有说哪一家富哪一家贫，没有。啊，学校享受完全是一样的，穿的是制服。啊，重视宗教教育，重视胎教。啊，这是我们听到老师的报告才知道，妇女怀孕，啊，对于胎儿很重视。啊，这个10个月当中，念头要端正，没有邪念。啊，要诵经。啊，依照佛经典教训呢，去修学。啊，端正心念。啊，让小孩禀受母亲的正气。啊，儿童没有受到现在其他国家地区这些青少年问题在斯里兰卡没有啊，可能这与他们这个收入有关系，他们家里大概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，所以孩子在这一方面一丝毫的污染都没有。我们去访问，仿佛回到70年前啊，70年前还是在中日战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中国的城市跟乡村非常淳朴。啊，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了。啊，我们这70年产生很大的变化，他们没有变化。
保持这样的淳朴，全国落实了佛陀教育，他们的领土大概只有福建省这么大，人民2000万人。朝野没有不重视教育，重视伦理，重视道德，重视因果，重视宗教教育。他们的宗教教育全是佛陀教育。这个现在国家有1万多寺庙，每一个寺庙算是有6、7个出家人吧，就有6、7万出家人，这些出家人全是老师，每一个出家人都能讲经教学。出家人在社会上很有地位，受到普遍的尊敬。人民之间有什么问题，他不去找警察，不去找官府，他找和尚。和尚就能把问题摆平，就把它解决了。和尚的知识很渊博，什么都要学，因为人民什么事情都要找他，你都得要懂。和尚叫万事通。他在社会上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星期天，星期天寺庙叫星期学校，星期日所有的青少年在校的学生通通要到寺庙里面接受佛陀教育，老师都是出家人，这出家人义务教学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值得人尊敬。这个地球上居然还有这么个地方，大概其他地方没有了，就剩下这么一块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，看到佛教一线光明，没有看到之前，我们对佛教心里的确感到很悲痛怕佛教要绝灭了，没有了。看到这个地方才看出佛教这个地方的根深蒂固，将来必定能够在这里发扬光大。我去年11月第一次去访问，跟总统建议办一所佛教大学，培养释迦牟尼佛所传下来的各种不同宗派，都把它复兴起来。南传的、北传的、藏传的，以及其他的。用这一个大学分成不同的科系全部复兴。今年5月去访问的，你看6月份大学就开始破土典礼了，真干了，太难得了。佛教大学为全世界的佛教培养师资，培养弘法护法的人才。
啊，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氛围环境。啊，你学佛的时候，你看到每个人家都学佛，他有这个氛围。别的地方虽然学，没看到，没看到信心生不起来。啊，所以多半走向佛学了，啊，走向学术了，不是学佛。啊，这个地方人人是学佛。啊，那么宗教大学建立之后，接着就要办一个，啊，这个佛教大学建成就要办，再建一个宗教大学，全世界的宗教大学，啊，每一个宗教建一个学院，这个学校是团结宗教，互相学习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永续的和平。啊，总统有派令，说干就干。啊，他欢喜。啊，那么对国外的宣传，他们今年在巴黎，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举办了一个卫塞节，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生日，啊，成道这样的性质的一个发挥，这里面举行论坛，啊，这是好事情。我给他建议，这个活动每年都要举办一次，啊，在联合国举办，啊，扩大庆祝，希望全世界所有宗教都能够有代表来参加。啊，做团结宗教的工作。这个提议，朝野欢喜。啊，联合国的大使们欢喜。因为现在社会，无论什么地方人，确实渴望和平能够出现。啊，希望社会能够恢复安定，恢复和平。啊，斯里兰卡难得，他们真的带头真干。啊，特别是青少年非常可爱。啊，你看到这些孩子诚实，啊，大方，理智，啊，快乐。他们学习非常认真，孝顺父母，尊敬老师。有爱同学，你都能看到。啊，从这里看到这个国家有前途。啊，我们看到欢喜，全心全力去帮助他。啊，我用的帮助就是奖金。啊，我常常想到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？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把他这个国家治理得那么好？啊，人人都享受极乐，我们在经上找到了五个字。今现在说法，
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讲经的，斯里兰卡每一个出家人都会讲经，啊，道场不能不教学，不能不讲经，啊，祈祷平安是附带的事情，教学是正业。啊，是正语，是正见，是正思维，也是正清净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不能不到斯里兰卡去看看。这个地方，释迦牟尼佛曾经三次在这个岛上讲经，啊，《楞伽经》就是在楞伽山讲的，啊，这个山很高，我们看到这个山了，没上去，啊，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，我想到楞伽山去看看。啊，现在建立大学这个地方，就释迦牟尼佛第三次到斯里兰卡讲经的地方，就现在建学校的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当年国王供养给佛陀的，所以那块地是佛的土地，啊，很有意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